除了袁泉以外，刚刚参加完米兰时装周的马思纯也马不停蹄地出现在了巴黎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马思纯。 西服套装搭配雪纺衫，这一次现身的马思纯又酷又甜美，如同自己多变的穿衣风格，敢于尝试的马思纯在角色塑造上也绝不拘泥于某一种类型。今年马同学又将会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新角色。我接下来先拍个电影，然后再拍一个电视剧。快要和大家见面的是徐克导演的《狄仁杰》，还有。 电视剧《陈红年代》都会在暑期跟大家见面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 文娱新天地综合报道。